我得到了很多，现在就是给鱼的时候了，想全把它给出去，恨不得马上给出去。天真烂漫，童心未改。他说我把无量寿经放出来以后，他真的他听了场，因为动物植物都有那个共感，跟磁场都有共感。朋友们说我很纯洁，天地很光明，长不大。You never grew up, honey。嘿、hey, 我是小铃铛，我可高兴了，你要听我的话啊，我不干了啊。 Come on, grow up, hey, you're such a child。 这时候鼻涕眼泪一大把，以后喜笑颜开。 Should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? 就是 Shakespeare。 我喜欢的东西多呢，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玩打太极拳，我太极拳打得还不错，多少年了啊。太极拳，太极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粹啊、哦，我们大中华文明太美了，做中国人很幸福。我比较喜欢园艺，种花种草，调养身心，实际上是一种气功。当你跟花草交流的时候，在静默中有一种 mind language， 有一种心灵的语言。你感觉到树的 whisper， 微风徐过，你听到那个树叶，那个大松鼠哗，在跟你说话。我呢很节约水源，我在这里我非常注意环保啊 ，recycle， 回收。另外呢 ，report potholes， 报告地下有漏洞 ，water leakage， 漏水。suspicious act， 看了一下不大好的人，赶快报告啊，当地的 officer 过来看，保证我的 neighborhood 的干净安全，保证孩子们稳定。这个东西为什么放在水池子里呢？我洗手的时候洗完了。这点水流进去的水，待会儿我就叫花身上去了。花有吃的，我也有吃的。我的婚姻并不是完整，我希望你们在一起的人呢，用最简单的，中华文明最古老的话讲，只有四个字：相濡以沫。夫妻在一起要相敬如宾，谦虚、谦卑，这才能达到恩爱啊！而且呢，要不离不弃。要共同度患难比共同享福要重要的多。让你快乐，让你欢笑，更温暖一点，更温柔一点，像鸟那样子亲切，叫起来真诚啊，减少过去的虚伪和这个浮华，谦卑纯诚朴实的做一个好先生、好爱人，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个好丈夫。在两颗红豆上认识一个相爱的人，勇气，勇气，更多的勇气，给他打电话，找到他。